富雄街景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7日星期六，时间是下午1点36分。我们现在新蒲崗这个牙前圍村这里走下的，因为其实现在牙前圍村这里已经在等着重建了，所以你看到呢现在的情况都是包了一些绿色的帆布的。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？其實牙前圍村是一條很小的城中村來的，那就因為重建，所以你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經包了這個綠色的帆布在這裡了。這個拍影影，那個地方都包了，看到等緊清拆嘅，而家喺度噶啦，等重建喺度。哇！入邊都好多樹喺度，見到。咁而家封咗入邊啊，所以就入唔到去。就只能夠喺我外圍嗰度睇一睇。看到了政府物業了，不得闖進了。包住曬，收到先睇下另外一邊嘅情況點樣。係啦，都講下啦，呢條啦彩虹道啦，上翻去咧就係黃大仙嗰邊嘅方向啦。全部都圍曬呢啲鐵柱喺度啦。系啦，两边范围都睇唔到入边噶啦，因为已经全部楼都包晒啲帆布嗰啲嘢噶啦，已经。今次咁嘅位置呢度系啦。嗱，系啦，嗱，位置都系包围住晒啦。見到啲以前嗰啲屋嘅，圍住曬嘅全部都。回到這個
我哋嘅船入口嘅位置啦。唉，情況下都可以啦。急救圈咧，其實已經外圍已經俾啲鐵絲網啊，個門口亦都俾啲嘢封住咗噶啦。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大家對呢集有啲咩意見，或者大家有啲咩地方想我去，可以下面留個言俾我聽嘅喎。中意我片咧，可以訂住我哋頻道或者俾個 like 佢啊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